么叫做爱？谢丽艳编作，郭台铭、林美娇担任演唱。本片内容趣味，是恋爱失败者的失恋经，欢迎指教。生死恋，每日流目屎。七八十岁的阿婆，若是来失恋，伊每日所流的目屎，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雨，也毋是灶开水倒水啦。那安尼是啥物呢？这可能就是白心伫咧流目油啦。哈？白心伫流目油？那无白心咧，要那无白心嘛，大概就是伤风感冒伫咧流鼻水。那天真烂漫的少女来失恋呢？那天真烂漫的少女不幸来失恋，伊的目屎比较的较丰富，不过唔是亲像有奶瀑布，也唔是激流中的溪水，就是可比生津止渴的甘露水啦。怎样你爱好过了？要那唔捌世事的出世囡仔来失恋，你敢知？我唔知。那是出世囡仔，伊每日所流的目屎，也唔是感冒的流鼻水，也唔是白身的流目油。那那是啥物呢？就是裤脚流出来地骨肉啦。啊？是按怎讲？因为出世囡仔根本就唔知影通失恋，只知影食呢，甲地骨肉啦。男生失恋，怎样你敢知？我知。哈？男生若失恋，你知？你讲看卖。男生若失恋，有诶看破世情去出家，有诶意志消沉去自杀，有诶受到打击全身不好，用到种种诶手段来伤害阮女性。实在想到会惊，但是亲像我这种唔敢服仇，更加唔敢去自杀的男性，那是来失恋是何等样？你敢知？我知。因为你若失恋一摆，就会走去台南新店一撮。乱讲！我是去台南新店吃安平的海产。啊？啊，那你去台北汉族区，唔着去吃汉族咯？啊是啊，只有用尽介绍着心内。男性若失恋，总是想要饮酒来解愁。不过若要出去外面饮，是惊人笑。要若唔食，腹肚是可比火伫咧烧。啊，双脚踏双船。心肝是乱纷纷，经过三秒间大脑甲小脑开紧急的动员会议，最后才决定。决定怎样？决定去关一间海头啊，甲一担的麦芽酒，回来美的洗身躯间，家己一个人偷偷啊啉，苦苦啊啉。相信对手的女性也唔知影才对啦。我知。啊？你知？你又搁知？你是知什么呢？因为来借外面饮酒，今日拄到朋友就爱请，所以才撇在洗身躯间内面，家己偷偷啊饮。啊，你乱讲！相信失恋的朋友，一定是真慷慨才对啦。只有缘分，花开不出来。虽然。走去买一包上界高的金蕉粉来含烟吐雾，目的是要吐大气，看会通吐出着失恋的苦味未？但是无法度。俗语讲，爱是最甜的物件，失恋是变心的痛疼。对，人讲分手哪会解人的忧愁，世间要哪有自杀的理由？满包分下，用分用酒解。天下间，恋爱中的青年男女，往往免不了会对太空酒当大。
讲你无记，我无错。两人永远要斗阵来生活，迄阵各人的心肝，可比坐在关公府的特快车伫咧游草山。爽快啊！对，就是爽快，讲爽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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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快。也毋过人讲花无百日红，人无百日好，往往会变成失恋的人。迄阵心肝，敢会亲像五分啊火车伫咧钻崩坑，遐尼凄惨。遐凄惨嘛？对，就是讲凄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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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凄惨。自暴自弃，暗比唔敢爱。我讲话无碰风，也若无碰风，我绝对无讲。啊？因为我失恋的哭声是较大天顶伫咧单位讲，飞机听落到地倒头栽，大船听落到地沉落海，大鼻乌予我哭到到地袂输咧做风台，哎呦，火山予我哭到到地一爆炸，才算厉害哦。安尼要安怎？因为安尼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唔敢哭，唔敢哀，所以将我所要流出来的目屎，全部甲伊吞落去腹肚内。哦，实在有影苦，有影无？苦甲搁再苦，亲像下狗仔食着黄泥遐尼苦，真真无法度讲出来的苦啦。愈想愈难，什么好做爱？当今世界自由恋爱，但是到底什么叫做恋，什么叫做爱？讲一句较实在，恋爱，恋爱就是恋爱啊！懂诶，恋爱就是恋爱，这是安怎样解释？因为我古早也毋捌恋爱的时阵，大家拢讲我是大裤袋，因为我有肉感的体质。到地图去甲碰看卖，足足200斤。哦，现在经过一场恋爱的风波了后，真可怜。即马瘦到剩100斤都还未到，大家现在煞叫我三高，予我想到到个真激傲，目屎汹汹要流，暗时啊拢眯个棉被底点点啊哭。愈想愈恨，当初太痴呆。人讲情长如战场，因为我无珍珠财宝通我做武器。也无泉州马路通我摆卖粉店，更加无入海空的金钱大炮通我来攻击，致使我的恋爱大战才会惨败了。一直到现在已经失恋100摆，哈多呀！自今以后，我已经感悟女性的厉害了。无论是一死，我也唔敢搁再对着女性叫恋甲叫爱。哈，有影无？也可怜咯，妹，难道我要跟你恋一个，你又还不庆幸？啊，免讲啦。啊？世间的女性看真多咯，当伊骗取着我的金钱了后，就绝情绝义做伊去。啊，我看破啦。妹，我并不是爱钱的人。我是爱你的心，甲你的人。干么呀？嗯，人阮真爱你呢，呢。哎呀，有影无？哎呦，我听到到底后脚筋强强要吊起来。嗯，也无咱做阵来去散步，行暗路，顺续来去办一个结婚手续的。懂的。嗯。你先去逛街，看细细的，再过来。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想讲，你讲到遐尼啊有志气，讲从今以后唔甲女性叫恋叫爱，看唔只会甲你试看卖，是一个甲你滚笑的啦。什么啊？啊，你是甲我讲假哦？哼！哦吼，我苦了，又搁加一摆失恋的经验啦。那安尼，我隆重嘟嘟啊，和失恋100空1摆咯。女性一轮
男性花乱彩，街头巷尾，七姊啊八妹啊，三姑六婆，又为五阿哥低高手啊，无鼻影啊甲翘嘴巴啊，大家议论纷纷。议论什么？讲阮男性是诱拐女性的骗子，哦，迫害女性的魔鬼。对，啊，起初要爱阮女性的时阵，用迄个花言巧语，配合迄个金字炮来攻击。但是，当恁达到目的以后，就无带着阮所付出的感情，佮走去找别个女性。哼，男性是爱花无爱己的彩花香。娘心气骨的负心汉，不知自己恶情不应该。古笑比无尾，你敢若讲别人？嗯，其实女性是比男性也搁较牛，可比东山庄身边的迄只狗。嗯，是啥物意思？不但会七十二变。过会翻筋斗，无论是鸡啼鸡哭，鸡扫帚鸡奔斗，鸡目屎鸡加走，十八般武艺，达项都老。哈搞啊！过来掼包袱啊，缀人走。做一个文弱书生的我，哪有办法通去甲伊计较呢？伊贪到一时的虚荣，搁去交到别个男性，从无带念着我甲伊。有十多年的感情，可见女性是比男性较薄情啦。为钱为阮，随时情变歹。无想无气，若想到到地乌面祖师公，就气半死。实在有够可恶，将我一生辛辛苦苦甲人做牛做马所赚的艰苦钱两万块。把我拐去用，用到剩一块那呢？有影哦，遐剩一块是要创啥物？剩一块，我想讲要摕来去买菜脯来加减啊补，摕去啉迄落地骨咯。啥物啊？我一个讲无法度，伊说骂我讲夭寿甲胖度会食袂惊咯。呀，佫刷落去咧。唔管是用头脑想，或者是用肚仔想。千想万想也想袂到，伊为着迄一箍，就安尼要甲我离，讲伊甘愿要去海口食番薯，就安尼做伊去。吼、哦，我想伊并毋是为着迄一箍，就甘愿要离开你。迄真歹讲啦，世间的女性是百百款，心内予人料想袂到，有的贪着烟斗，有的是介意着厚道。也有的是介意着感情交的，也有的是爱迄个大头的。也若阮迄个是专门伫咧介意着我的仙头，正、头若互伊用无够，马上就要甲我再见攻击老。你甲我想看卖，看会哭啊未哭？仰看水声，又荡又流逝。小妈都无经过五分钟，伊就装水水，甲一个翘嘴巢啊的老不死鬼，惊小金佫切小我，哎哟，互我看一个心肝皮薄蛋，险险啊火烧山。家在哦，有你伫的我，紧看破，浪子回头是岸，青青菜菜望过我。但是亲像迄款用花嘴性的女性，有一日。那是让阮男性来甲伊立言，有啥物人会替伊同情呢？而且流目屎替伊可怜，伊若摕五万块要来叫我甲伊同情替伊好，我也绝对要甲伊讲热闹吃笨到啦。对，那亲像迄款薄情的男性，有一日那让阮聪明的女性来甲伊欺骗，我也要放炮来欢迎。对，人讲真正的恋，真正的爱。应该是提出真正的情，来鼓励纯洁的心情，才会当建立美满的家庭，创造幸福的人生。对，听你讲的真有理，让我听得真介意。至少嘛，亲像你这款男儿，
啊，你狗唔才有趣味。有影无？所以我永安就请你来去看一出啊影戏。真是的吼。是。啊，加请一个好不好？加请一个。嗯。好吗？三个嘛无问题。啊，那呢？你点么吃蛋瓜？我等下去招个你的心爱跟我斗阵来去。哈？招恁爱人跟我斗阵去哦、喔？啊，我靠啊！是的哦、喔，我头拄啊刷去哦，袂记的。永安，我是有紧急的代志。啥？明日啊，有机会再相见。拜拜。